偶像偶像好，什么什么老师好，谢谢谢谢，老师好，白云哥哥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再叫一次，白云哥哥，好，很好，真的好，难怪你会成功，大家报考一下，大家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唱歌的蔡成龙小朋友，我做你的，你我爱我吗？哇，我刚刚报考啊，这五年。五年级，十一升六，五升六，五升六，哎呦，那个真有劲呢！而且哦，一唱歌盖了刚就行。啊，对对。我拢唔知讲，伊细汉时受过什么创伤，想要唱歌拢会流目屎。嘿啊，是啊，那个激起情绪啊。大家拢想要蹦极，你也是跟咱讲一下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唱歌的时候就是会感觉，他就是身体有个老灵魂。哎，真的。真的就这样啊，天生当艺人。你看我三年看他这样啊，三年后他长了一颗头，再过三年他们这么高了，你不要长太快了。对啊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那个春除夕夜，春节特别节目，是阿爸去去三立电视台，阿洪文白那个。特别节目嘛，对，啊，咱两个来讲唱一条歌，后头来去台东，哦，我叫卖，是，咱那个吼，咱终于有交代，伊讲一定要看到这段，啊，那要重新一下，来重新一下，当时的，再来卖台东的，来，好，哦，咱即将开始，好来，好来，哎呦，对，安怎，哎呦，今仔日哦，庙口人真多。这是对一个阿伯，
啊，来请你，请你，请你。我你这位到高级，你位航空来的吼。我你请他管着的吼。哎，你穿袂敢那广东话嘞？你敢看？迄姐姐偌好嘞，惊你看，我把你卡衫，你敢看？哦，足惊你看啦，系啊。欸、姐姐，哎、欸，他这么年轻打工一样，你们就可处哎，是啊，哦，性格情况好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对了，不要生气姐，啊，但是哦，我有想要提丝巾，他丝巾，哎、欸、嘞、欸，啊，今仔你哪无啊？哎、欸，你哪有扎丝巾？红色丝巾，都无，无，我处理，我处理，我处理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帮我拿一下丝巾，快点，不是帮你拿一下麦克风哦，拿丝巾啊。你的司机来了，还够准备哦。卖看啦，人看啥啦？咱看的歹势啦。哎、欸，你想哪要叫伊提？你会使叫我提啊？啊！哦，我讲啊，我今日今抄落去，我规书拢成红的，你知无？因为你害我揪起来。阿娘喂，你都羞羞嘞，你懂吗？阿娘喂，要死！你个屁！我有臭牛挂鼻，不是，我你真厉害，我你讲吼，对啊，你今下啦会晕倒吼，哈，我是惊到伊下底人，妈妈会有心呐，阿妈会有心啊，我阿妈老心，我讲挂面挂到放炮啊啦，咱讲实在呀，哎，好啦，阿哥你讲感情真芳嘞，我感情的心夫啦，对，哎，芳公公公公芳一礼拜芳一工。默默笑，安笑怕，用头张，你就真的嘞。好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来。哎，你无人生，无人生啊，输钱啊，输钱，哎呀，你等等。哎，但是但是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新妇啊。哎呀，新妇，还有刘新妇老爷啦。烟，你烟新妇诶。你离婚诶，迄落黄金年代，你拢烟不记得诶。是啦，对啦。到老烟诶，我拢，我下着伊拢叫。哎，立明来了，对对对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好今天没有衣服啊，很抱歉。哎，来了，那个来了啦，我要洗衣服了，给你准备好势啊。哎，刚刚我遐大领啊，那我留辅助老师啊。哦，那个你看我这个看到买给你穿穿。哦，留辅助坐高铁来啊。对对对，为着你呢，亲切。你没完了。你本来想讲，我注意一片交代，我一定要搬这段。哦，啊，就搞咱个底也足收啦。啊，咱文主公足疼汤的。啊，玻璃后摆吼，大红大紫，拿跟我一样拿金曲奖。哇哇哦！你有没有去摸那个马？我刚刚有去摸马。对对对。因为你刚已经拿两金了嘛，金曲奖、金奖。好了好了，辛苦了。辛苦来了。啊！你滚那块钱来。我穿你穿，我滚你到面顶的啦！听到寒冷，你听无？嘿呀嘿呀！这是人爱看你个穿滚，你个穿。哎呀，这样比较像女生嘛。好，嘿啦，哎，哎，我看到你我吃面脱皮粉的。哎呀，好神哦！我你变牛，我变魔术了。我来，来来来，今天我看见咱的刘福柱大哥。啊，来看画了。来来，掌声！我们的民谣歌王刘。哇哇！你来讲，你来讲，哎，你出来就是好干，还巨蟹呀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安东东的菜，尖叫声，哇，今晚是在唱啥？你是对下的囡仔哈，你是对下的囡仔，哎，今晚是在唱啥？哎，今晚就是吼，我陈总吼，哎，要搬迄个梅兰竹啊，要教你啦，咱来特别接个你有讲过无？安东东的菜，你就哦。那就是小刘，你想的对不对？嘿，啊，你是要创啥？我恁新妇啊，你新妇哦，对啊，你新妇哦，你靠伊个，对啊，伊食到啊呛嘞，啊呛，啊讲我呛嘞，嘿啊，你给那小林来一个，啊你过来来来，啊你你个啥？哎呦，丝巾啊，嘿啦，丝巾哦，嘿啊，你讲伊，啊用白银来考虑啊。我是讲金冠的上台那会臭臭香，臭臭香。嗯，我都不会说伊滴两滴嘞，你讲这。哎，好啦。讲笑啊嘛，对，在经典重现。这也算是经典。安东哥啊，要买菜啊，那歌是啥物？安东哥买。安东哥买菜。好，安东哥买菜，我来啦。我来，大家拢听过。好，来，来，来。我一时有主意，
要唱唱行，你就唱唱球，球家到菜市啊，菜啊真丰富。